弟弟在这边干嘛？在睡觉。在睡觉。那要帮妈妈敲门。妈妈扣扣扣咯，一个帐篷，好，这个帐篷，你在帐篷里面，妈妈要扣扣扣咯，扣扣扣，妈妈敲门说，乖宝宝，该起床上学啦，要起床啦，弟弟要睡觉啦，但是我还想再睡一下，弟弟怎么睡觉啦？